原标题，此人说出一成语，预测出战争最终结果。可曹操依然心里没底。灿烂海滩原创作品，严禁转载。今天的三国成语故事见于《三国志·荀彧传》，时间是在献帝建安三年（公元198年），主人公是荀彧。原文如下：彧曰：“古之成败者，成有其才，虽弱必强；苟非其人，虽强亦弱。”刘项之存亡，足以观矣。今与公争天下者，为袁绍耳。绍貌外宽而内忌，任人而疑其心，功名达不居，为财所离，此度胜也。绍持众少绝，失在后积，功能断大事，应变无方，此谋胜也。绍与君宽缓，法令不利，士卒虽寡，其实难用。公法令既明，赏罚必行，士卒虽寡，皆争至死，此吾胜也。绍平士资，从容士志，以收名誉，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诡之。公以智人待人，非诚心不为虚美，行己谨俭，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，故天下忠正孝实之士贤元未用，此得胜也。夫以四圣辅天子，夫亦征伐，谁敢不从？绍之强，其何能为？这段记载的大意是，荀彧说，纵观古代成功与失败的人，果真有才略的，虽然弱小也必然变得强大，如果不是这块料，虽然强大也会变得弱小。刘邦与项羽的故事足以证明这一点。现在同民公民争夺天下的人就只有袁绍了。袁绍外表看似宽厚，但内心诸多忌客，任用人才但又怀疑他们的忠心。曹公您贤明豁达，不拘一格，用人各得其所，这实在气量上胜过他。袁绍遇事迟疑，顾虑多，缺少决断，缺点在于不会随机应变，往往失去机会。您公您能决断大事，随机应变因事制宜，这还少谋略上胜过他。袁绍统帅军队宽柔缓和，没有统一的法令，士卒虽然人数众多，其实很难运用。明公民法令明确，赏赐和刑罚都按照法律严格执行，士兵虽然少，但都拼命作战，这使在武力上胜过他。袁绍凭借祖先累世的资历，悠闲从容，假装有智慧，以此沽名钓誉，所以那些仅有虚名但却没什么本事的人大多依附他。明公您用至诚的仁义来对待别人，注重诚心而不看重虚名，立身行事谨慎简约，从不吝惜对有功者的赏赐，所以天下那些忠诚事主、注重实效的人全都愿意为您所用，这是在道德上胜过他。您拥有这四圣的条件，再加上辅助天子，依靠正义讨伐逆贼，谁敢不顺从？袁绍的兵士虽然强大，但又有什么作为呢？本文要说的成语便是荀彧口中的服役征伐，意为以仗正义讨伐不拥护朝廷的人。该成语的最早出处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秦纪暴虐，楚人发难，项氏遂乱，汉乃服役征伐。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是在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前两年，当时曹操不仅实力远不及袁绍，且在东部南部都有隐患，对于能否战胜曹操毫无把握。此时荀彧提出著名的四圣论，预测了战争的最终结局。不过在曹操接连击败吕布和刘备，收将张绣，解除了后顾之忧，直接面对袁绍之时，心里依然没底。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年的袁绍实力有多么的强大。参考书籍《三国志》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